怎么被打飞了？呵呵呵呵呵，才厉害！厉害呀、啊！给他打飞在地上，我反住他算了。好。黑色螺旋彩带，你看，更逗了。呀，螺旋啊，怎么眼睛被你捏住捏住了？呼哈哈，呼哈哈，呼哈哈哈！我打败是这样，哎，瞬间被打飞了。你打住他啊！对呀、啊。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再打一拳，呵哈哈，呵哈哈，呵哈哈，噔噔噔，这螺旋彩带很残，呵哈哈，呵哈，打败细菌，打败你是细菌人吗？他是细菌人派来的吗？他是细菌人，嗯，这一个，哦。他是细菌人派来的黑暗大魔王，不、哦，啊！黑暗大魔王又被打败了。细菌人被打败了。对呀、啊。小查理的恐龙，我还是会很强，你看哦。哇！一下子就给人家打飞了。请问你在吗？我一下